大家好，我们今天讲一下这个草书的时尚。这个每个时代的艺术，它都有的时代的属性，有着时代的特征，都会打下时代的烙印。中国书法呀，静上韵，唐上法，宋上意，明清上泰，它这个每个时代啊，都有一个这个时代的特征，一个属性嘛，叫时代属性。它这个书法的属性，实际上就是当时这个时代的国家的一个形象，民族崇尚，以及这个整个社会形态的一个在文人笔下的呈现。我曾经在这个2006年中国书协草书专业委员会当代草书艺术的学术研讨会，在这个会上呢，我说当代的书法估计啊会上市，形式的事，样式的事，款式的事。我们前面谈到的都是些古代书法、古代书家以及古代书家留下来的古代经典书法作品啊，这些东西其实都已经成为历史了。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的书法会成为一段怎样的历史，留给后人去评说，这是我们这代人所要关心的。我说这个当代书法上市，我现在讲为什么，有什么理由，我举出了4点理由。第一点，你就是书法的生存状态和社会功用改变了。我们都知道啊，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书法经典几乎至少是大部分是属于信函、文稿、奏章、诗稿、谱词、碑文、经书、药铺、账册兵书这一类实用性的文本，实用性的他们的首要任务是供人诗读，传达文艺。这个审美啊，它只不过是在实用基础上的附加值，是历代书法大家对自己业务能力高标准要求的结果，也是后人站在艺术的立场上所做的时过境迁的学术裁决。那么书法发展到今天，到了电脑时代，这个书法的实用性几近于零。实际上毛笔字在我们现代社会里面，这个日常生活里面，实用是几乎不存在了。我们现在提笔写字，写毛笔字，实际上就是要供厅堂挂览，就是要参加展览要么就是我要张贴在、悬挂在朋友的家里墙上。书法已经完全从实用的领域转换到了艺术的领域，那么这个功能的转变就要导致艺术家书法创作的这种观念的转变、方法的转变我们试想，
一个书家，就现在啊，一个书家每将自一件作品寄送出去，啊，你忽略了形式构成，不讲究材料工具，以及装饰美化，它还有什么样的竞争力呀？哎，它能给人以视觉的享受和心灵的陶冶吗？这个第一点，书法的生存状态和社会供应改变了，所以它是我们这个时代书法属性上市的一个重要的理由。它要求我们进行书法艺术创作的时候，要注意它内在的和外在的形式感啊、美感、工具材料、内外结构啊、章法构成啊、外表的美化，这些都要统一的、全面的考量，你才能够这张作品才具有一定的这个竞争力，才会引起别人的注意，才会产生美感。第二点，有这么一句话，古人把字写绝了，但是没有把事做绝。可是现在呢，我们有比古人优越的地方，就是科技发达呀，啊，我们的制笔、我们的造纸、我们的印刷、我们的墨汁等等，我们的印刷术啊，我们的工具材料、其他的装饰美化手段都很多，我们的造美能力比古人强，所以那个古人忽略的或者是没在意的那个东西，恰恰是我们这一代书法人可以突破的一个口子，叫突破口、切入点或者是发展空间。哎，这古人没有把事做绝，给我们这一代书法人留下了发展空间。第三点，这已经体现出来了，书法大展大赛的竞争迫使书法家讲求形式，因为它已经成为一门艺术，就有很多专门的从事者，我就专攻书法了啊，这书法都有博士了、硕士了，有专业了，大学里面，所以有很多人是专攻书法了，靠这个吃饭的，安身立命啊。所以呢，这就要求我们这些书家不仅仅在字内下大功夫，虽然古人把字写绝了，但是我们也要尽可能的跟古人接近啊，尽我们最大的能力去把古人那些技法、那些精神啊拿过来啊，掌握着，哎、啊，这样的话，在这样的基础上，你还要学会当代现代审美的诸多方面的一些综合的一些手法，啊。制造当代审美的这个那种造美能力。大家都知道，现在书法作品的形式变化有纸色的变化，有色纸的拼接，有形纸的条块组合啊，还有纸质的仿古做旧啊，仿古做旧，还有纸面的打格画线，就等等这些方式，用这些方式来制造我们的作品的形式啊。但是这些东西啊，实际上都还是啊浅层的、初级的这么一种形式啊，就是浅层和初级的形式表现。如果你能是一张白纸，这个书家呀，不仅仅为一张白纸，这张白纸铺在案头，你可以透过这张纸看到
一片田野啊，一个赛场啊，一座学校，一个工厂啊，等等等等的这样的图画和场景。如果你有这样的联想的话，可能你就会进入到一个艺术的高境。嗯，而在你的作品里面蕴含着深意。你再不是说我拿一张白纸就是抄一首诗写28个字，再不是这么简单的抄书，而是在进行创作。我要制造一个，我就说多少你不联想到这个，你联想到那个，就是让你的书法创作真正进入到艺术创作的境地。形式构成是艺术作品的重要组成部分啊。古人留下的经典书作都是一张大小不等的纸，写下长短不等的字啊，多少不等的字啊，然后既不盖印也不做任何装饰，这是古代书法留下来的，基本都是这样的啊。他们之所以美轮美奂，是因为文字的优美和深意，这是一方面，是因为文字的优美和深意啊，是因为笔墨的精绝和高级，是因为历代藏字，就是收藏这幅字的藏家接力牵印构成的丰富性，就是这幅字经过了100个人的手，或者是几十个人的手，就有可能盖几十个章、十几个章、100个章。他这个章啊，不是这个作者盖上去的，是后来收藏者接力盖上去的。这个接力盖上去，不经意间构成了色彩斑斓的一幅画卷。是悠悠岁月沉积下来的历史的沧桑感和这个厚重感，这是时间赋予给他们的艺术魅力。我可以这么讲，这些经典留下来，如果没有这几千年几百年的积淀岁月的这种轻视，就是当时写出来立马就你就看，肯定没有这个几百年和1000多年来以后这样一个色泽和这样一个外向。我们现在就不同了，每写一张毛笔字，不是参展就张冠于公共场所让人家收藏都是要供人审美，美化环境，陶冶性情。它就如同一座建筑一个雕塑，一本书，一部车没有很好的外观就不会引人注意。你看，一个建筑，一个雕塑，一部车子，一本书，没有一个很好的外观装饰，没有人注意它就容易被人忽视，就谈不上进一步的让人去品鉴和欣赏。所以形式构成是艺术作品的重要组成部分，你不得不去考虑它，事先就要考虑所以我们这些书法爱好者、从业者，书法创作的材料工具，对它的了解和运用对色彩、对形式构成、对装饰美化、对陈列展示等等的认识和掌握，这些都是我们当代书法家必须具备的一些知识，必须掌握的技能。当代书法草书创作
用四个字来创来概括，哪四个字呢？一个是大，一个是快，一个是狂，一个是势。你看，大、快、狂、势，离不开这四个字。这个四个字是我对当代草书创作的一个总体状况的，甚至一个趋向的一个判断。四个字，所谓大，是因为书法已经从古代的卷札册页小字小幅演进到了当代的大幅巨制。哎，你看这个，你知道是谁吗？王东林先生。王东林把作品写完，这作品还是个局部啊，没拍下来。这个人躺在这个里面，就这么大一点。这个作品有多大啊？那作品大的，这个君这个字啊，这个字估计比他跟他人差不多，稍微短一点。啊，你这张字有多大？这个尺幅有多大？啊，我这是举这么一个例子，啊。所谓快，是因为时代进入了高速度快节奏这么一个时代。古人行路靠双脚啊，或借助牛马骡进行长途跋涉，而今人之行旅有汽车，有火车，有轮船，有飞机啊。古人的通讯啊，快可以日计，慢则以年论。有时候要一个东西送到一个目的地要一年的时间，一个月两个月是常事啊。这个联络呀特别缓慢，现在呢那快得很，那抵达一个，你到美国去一会儿就到了，没多久。在这个高速度快节奏的时代里面，我前面讲到过，这个他这个人呐，所有的方式都是快，你思路快，行为快，语速快，写字也快。这个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快到一定的程度啊，成为习惯了以后啊，它必然影响到你的书写速度。它就是这个时代的人，他已经是快了，慢不下来的。所谓狂啊，所谓狂，是因为人类的敏捷思维和快速行动对书写的深度影响啊。而且书家生活在丰富多彩光怪陆离的社会环境里面啊，这个文化氛围里面，他的作品必定要打上奇特诡异的烙印。在嘈杂和紧迫中度日的书家，哎，我们的这个高速度快节奏使得我们周围的环境嘈杂紊乱纷乱啊，车水马龙啊，赶着跑啊，堵车呀，急呀，就全是这样的紧迫。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度日的书法家，必定要通过笔墨予以宣泄和释放。哎，这是一种深度思考啊，你必须啊，必定啊，必然啊，你回到家里写，他这个心里面他一种机遇，哎，有种憋闷，他要发泄抒发出来，宣泄出来啊。书家用什么宣泄呢？书家用毛笔宣泄，画家用画笔啊。从事不同职业的人用不同的方法。这个在这样的紧迫的嘈杂的社会状态里生活着的人们，会通过不同的方式进行宣泄和排遣书法家就用手中的笔。所以
我们就出现了这么多狂草。我可以这么讲，当代草书的狂草的数量以及书家远比古人多，多得多。我现在跟大家放的就是曾来德先生的，你看见没有？曾来德先生啊，书写狂放遗野。你看这一幅是他的另外一种探索，就是从古人经典当中那个飞白焦墨这种表现手法予以放大啊，从始至终的做一种焦墨和飞白的表现，哎，是这种探索，这种书法的一种状态啊。这个呢是狂草，但还不是最狂的草，我看到过它更狂的。所谓是因为书法已经完成了从诗文段子向抒情表意转变的这么一个历程啊。这个诗文段子要求书写准确，要求整齐排列啊，要求精致清洁，是吧？而抒情表意呢则更强调什么呢？以快慢急虚啊，大小粗细，正斜曲直，松紧疏密，干湿浓淡等等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来诠释书者的思想和情绪。同时供人审美的书法作品还必须有花样翻新的外观，以引起观众的注意和兴趣。你不花样翻新，你就不能引起人家的注意啊，你不能引起人家的兴趣，是吧？所以这个是我们当代书家必须要重视的一个方面。当然了，这个大快狂世四个字它是基本符合我们这个书法创作的趋向的啊，尤其是草书啊，艺术家的审美取向和造美手段是多元的啊，是多元的。我们不是说这个大快狂世就是唯一的或者是仅有的这么四点，不是。我们还是有许多书法家啊怀念和守望古人那份安静啊，这个能够做到在这种大环境里面能够做到气大求小啊，快时放慢啊，闹中取静啊，这样的书家这个不在乎形式，不讲究外观啊，固守黑纸白字和行列分明的原始创作样式，这样的书家其实也为数不少，依然大有人在。所以我认为只有这样才不能让我们当代的书法立即驶入一个单一的高铁时代，就是你都是快都是大都是狂啊，使得我们的书坛还能够有那么一部分人在静着小着慢着啊，让我们能够有机会去回望古人先贤那种悠闲自得的那种书写，也需要啊。我尤其对那一部分人表示钦佩，我觉得难能可贵。在我们这样的嘈杂的时代里面，快节奏的时代里面，这些书家反而更显得难能可贵啊。所以我今天用四句话，用四个字来阐述我们草书的风尚，草书的时尚啊，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